三星折叠屏手机邀您收看高光时刻，特别有意思。嗯哼，你觉得我会信吗？不信走啊，他拦你了吗？三星 Galaxy Z 系列折叠第五代，谁能不爱？找回状态，脉动回来，脉动邀您观看西出玉门。吃出来的胃痛就用新三九胃泰，邀您观看西出玉门。也太好了吧，很关键的那个胖子你干的吧？什么胖子啊？他自己带的东西自己喝，活该。干嘛？你把他给放了？给他盖了浴袍。盖浴袍，真是菩萨心肠。现在这个温度，人脱光了，开窗户过一晚上，轻则冻残，重则冻死。人死了就是命案，那么多人看到你们俩一块上楼，警察第一个找你。昌东，我懂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关心我。叶流溪，在没有到海龙堆之前，我希望你守点规矩，有些法律意识，不要耽误我。之后。杀人放火你随便。好的。循规蹈矩要有点法律意识。你谁呀？你知道我谁吗？你认识我吗？你今儿什么日子？这一个两个。哎，找什么呢？这事我说，要不你告诉我吧，你急着。东哥，裴唐，东哥，别动。东哥，你赶紧告诉他，咱俩是一起的，是你让我调查他的，对吧，东哥？你赶紧告诉他，你起来，东哥，还个人情。是你让他拦我的车啊？求求你了，东哥。是。我原本以为你是一个正人君子，没想到你也干这种见不得光的事儿。你都翻到什么了？啊？对不起。我让他翻你车，就是想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人。但我想清楚了，你是谁，是什么身份，都不重要，只要能带我找到孔明阳就可以。哦，那就看在你让我洗澡的份上，那就算了。行，洗澡了。哎，东哥。但昌东，别再有第二次。毕竟我这个人没什么法律意识。你翻人车干啥？东哥，
叶刘七他路数不正，他在历城顺了我朋友的货，我哥们撂话了，谁能把货找回来，车马费不低于10万。要不是你去齐刘海那儿去查他们家店的监控，我还不知道这事儿跟他叶刘七有关系。咱俩好几年没见了，我混得不咋地，开个店吧赔钱，背了债，租都交不上了。你说这钱我得挣啊，东哥。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东哥，你就带着我吧。行，找货也好，找他算账也罢，不要耽误我的事儿。你放心，东哥，绝不会耽误你的事儿啊。东哥，这次去沙漠是要去找这个山查队员吗？是。叶刘希也去？他说他能找到山查。我也给带上。你去干啥？你去这趟线儿，它跟锦绣之路很多地儿它都重合呀，沙里肯定有好东西啊，搁现在肯定值钱呀。我去了，万一我能找着一两件呢？飞腾，我这趟是去找孔央的，我后备箱有18个停尸袋要装满，我有很多事儿要做。东哥，你放心，规矩我都懂啊，要么出钱，要么出力。你说。你说啥我就干啥，绝不白蹭。李总啊，你这正好两张床，你就把我给留下吧，我这省着再开房了。行，刚来这儿，房间都没开就翻人车，主次很分明啊。你就别逗我了，我赶紧收拾收拾啊。在哪儿？找你有事儿。爱德上街。哎，对，拿这个。哎，来来来，想吃点啥？里边里边坐啊。好嘞。哎，来，帅哥，来，来坐坐坐。啊，帅哥，想吃点什么？他做什么，我吃什么。我知道，这姑娘。不光人长得漂亮，口中还口得好，等一下你尝尝就知道了。好啊，昨天那个男的叫肥唐，这次他跟咱们俩一块儿去，我让他租了一辆车装补给，够稳妥。是吗？那我吃了。好啊，咱们从咸阳进，如果一切顺利，4天后出来。进沙漠之前，我会联系好救援队，每天定点报 GPS 位置。如果失联48小时，他们会展开营救。行，挺好的呀。海龙队面积比半个繁荣市都大，东西南北都长差不多，人在里面很容易迷失方向。你凭什么那么确定能找到孔亮的位置？怀疑我呀？不是怀疑，你给我说个大概方位，我提前做规划，少走弯路。海龙堆形状斜三角形，很多人去过，但大多数都是跟着前人压出的路，快进快出。这条线每年都有很多车队走，如果孔阳在这附近，那早就被发现了，所以你之前一定是进入到了海龙堆腹地。这条线上有3个点，这儿古迹风醉潭，这儿有2个装满沙子的汽油桶，用红漆刷了路标，这儿百米沟渠堆满了骆驼骨架。你上次大概在哪个点？
风穗台。那一带岩峭比较多，路很难走。所以啊，他们没有找到你的孔阳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行，明天凌晨4点半前进桥头见。为什么要去前进桥头？为什么不在酒店汇合了一起走？没有为什么。那为什么4点半？为什么那么赶？就那么赶。你不解释一下吗？明天见了再说吧。一个男人还要女人等，什么玩意儿？做人是不是该守时？那做人是不是应该诚实啊？你什么意思？那张照片是你拍的吗？你真去过海龙堆吗？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这张地图我故意画错了一个地方，海龙堆没有风穗台。雅丹地貌本来就是千奇百怪，我说像风穗台有什么问题吗？再说了，我说的是大致方向。好，再给我指一次。久了就这儿，不会记错的。挺聪明啊，坚持己见啊。海龙堆没有汽油桶路标，没有堆满骆驼骨架的百米沟渠，没有这条东南进西北出的穿越线，海龙堆形状也不是斜三角，你根本就没去过海龙堆。行了行了，这真是我做错了，但我们不是故意要骗你的。你说吧，你想怎么解决？我已经知道孔阳就在海龙堆，而你不知道具体方位，也就是说我不需要你啊，我可以自己去，大不了在营城住下，每隔一段时间就进一趟海龙堆，画区画块去找。海龙堆面积3500平方公里，一两年足够了。所以你告诉我，我为什么要带上你？我提醒你啊，一个人撒一次谎可以给第二次机会，撒两次谎永远不值得被信任。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。
是我说了你也不会相信啊。我连这张相片都能信，还有什么不能信的？这不是最主要的，主要是我说出来会吓死你。下午4:30，前进桥头，不见不散。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，你想要知道的都会知道，我保证。潮咖啡招牌美式，清爽提神，好喝零脂。这次我龙之一定要赢。龙之准备了。雀巢咖啡招牌美式，龙之脱困绝技。哈哈，同意了。哎，龙哥，这车怎么样啊？聊了一下午，这车主啊，6万块钱买的，2000块钱一个月租给我，划算吧？可以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这车真酷哎！哎，你跟他约几点啊？4:30。这早就过点儿了。他不也没来吗？哎，这什么呀？这是啊？防身。别吓唬我，这法治社会了，防什么身啊？不过也对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，对吧？我走了，走吧，就交给我吧，啊，不好意思，来晚了。没事，你走吧。一个半小时车程，去哪儿？怕呀？你不是要知道关于我的一切吗？再说了，我一个女人单身貌美，大晚上的去荒郊野岭，该怕的也是我吧。下来走走。你看，跑大老远，就是来让我看土坡啊？当然不是。深夜荒郊，枯树，上吊的绳套，你觉得还差个什么？吊死鬼。做个噩梦吗？我做过，你听好了，在梦里。我不知道我的家在哪儿，有没有家人，我只知道我对沙漠很熟悉。这个梦很模糊，但有一个场景特别清晰。我躲在墙角的水缸里，吓得我一下子就醒了。醒了之后，我就没掉在这里。我不记得我怎么来的，不记得我是谁。
我连这张脸我都不记得。没死啊。你能不能把人往好的地方想啊？我要是死了谁再跟你说话？鬼啊，多吓人。我醒了之后就开始回忆前因后果。嗯，后面是不是要失忆了？我脑海中忽然出现了一大片锯齿状空白。锯齿状失忆啊？还带形状？我那不叫失忆，我很多事情还是记得的。我记得我曾经多次去找货商进货，而且我买的东西都是五花八门的，什么衣服、鞋子、书、碟片，还有明星海报。我只记得我开车进沙漠之前的事，之后就不记得了。嗯，如果说记忆是一张纸，我的就好像被撕开过一样。也就是说，我想知道的，你刚好全忘了，对吧？嗯。你这么一说，搞得好像我专门挑你感兴趣的诗一样。也对，是那意思。程东，你听我说完。我醒来之后，我发现了一个布包，就是我身上背的这个。海鸥啊，八九十年代比较常见。孔央的照片就是在这里面发现的。啊，还有一个东西更奇怪，这个镶金的兽首黄羊杯，史博馆里有一个，我到历城专门找了一家文玩店做鉴定，他说这玩意儿起码是唐或者唐以前的。哎，你从这儿醒来是什么时候？一年多。一年多前？你现在才查？程东，人在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会想着要去探索宇宙的奥秘吗？我是个脚踏实地的人，秘密又不会飞，那人是会饿死的。再说我知道吃喝拉撒一天，不知道也是吃喝拉撒一天，着什么急呀？天快亮的时候我看到一个镇子叫青壤镇，我把照片都洗出来了，查到了孔央、山茶跟你的消息，之后的事情就都知道了。我身无分文，我得想着怎么养活我自己。所以就卖瓜？对。还卖烧烤？这瓜又不是一年四季都有，别的时间我也得做点别的事啊。那张皮脸面具呢？你怎么这你都知道啊？那几个女孩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，三更半夜还往暗巷里走，就算我不跟别人也会跟的呀。我保他们安全，我赚点车马费怎么了？我赚到点钱之后就想着要找回自己的过去。我从那些经商的人嘴里知道，我有时候是南方人，有时候是北方人，有时候已婚，有时候待嫁。哎，我发现我这人还挺喜欢在身份上胡作一气的。你有没有觉得我这个人就跟谜一样特别有意思？你觉得我会信吗？不信走啊，他拦你了吗？我不需要你也能找到孔阳。程东，程东，孔阳的照片出现在我这里绝对不会只是巧合。你想撇开我去帮他们收尸，你是觉得我图你什么吗？就算我图你，你有那价值吗？你到现在都不敢面对你自己，需要顶着别人的皮才能直起腰板。你这辈子就这样，你就刻你的皮影去吧。我祝你早日拿个金刀奖，再见。买卖不成仁义在，没合作成就翻脸不好吧？
我这人不爱占人便宜，先搭伙，先给你。这些都是你攒的？可不，都是我辛辛苦苦攒的血汗钱。行，我收下。哎呦，还回来呀？啊！哎呀，我刚才做了一个特别不吉利的梦，那叶流西把你给杀了，在我梦里头，你说，哎，聊什么呢？你俩聊那么长时间啊？说好了，明天一块进沙漠，十点出发。哎，哪来的钱呀？后面用钱的地方很多，这是他那份，你要是闲着没事就把钱理一下。行，数钱这事儿我愿意干。凡事都有机缘，统央的照片出现在我这里绝对不会只是巧合。那这次在山茶进沙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这次走西出玉门县，很快就能回来，跟我一块儿去，好吗？好。你个小傻子。谢谢啊，本来以为你不会跟我一块去了。为什么这么想？你不是不喜欢沙漠吗？对，我不喜欢沙漠，但我喜欢你啊，我知道你一定会保护我的。好了，一共是3742.03。哎，进被窝喽！哎呀，哎呀，哎，董哥，你说这叶流西他到底什么人啊？这马上就要一起去沙漠了，对他不知根知底的，我这心里头也不踏实啊。哎。他不会是那个连环凶杀案的杀人犯吧？还是那句话，你不招他，他不会先动你。你说要不要我请他吃顿饭，赔个不是？毕竟上次闹得挺不愉快的。离他远一点吧，他这个人一会儿说人话，一会儿说鬼话，出不熟。那他跟我有点像。我忽悠人家买我赝品的事，我也满嘴跑火车。睡觉了。哎，飞腾，嗯，如果有一天啊，你做了噩梦醒来，发现脖子上勒着一根绳子，被吊在荒郊野地的一棵大树上，周围一个人都没有，而且你还失忆了，你会有什么反应啊？那我肯定吓尿了。所以啊，就你这点胆子，少惦记人家的瘦瘦黄羊了。说啥呢你？我睡了啊。你有没有觉得，我这个人就跟谜一样，特别有意思。
轻盈无边天山白，无惧风沙共闯关。淘淘养棉卫生巾，邀您观看西出玉门。生间为爱与错，为百转千。